田老板，这药。沈如良，你竟敢用土三七来糊弄我们，实在是胆大包天。土三七是什么？我可不太懂药材，这些不是三七吗？土三七有毒，根本值不了几个钱。没想到看着你忠厚老实，却是换我货的骗子。没有啊，我都从没打开过箱子，一定是货行老板搞的鬼。沈老板，你不是第一天做运输生意了，货单上签了你的名字，你就要负全责。父亲，都是我的错呀，都是我的错呀，这么多钱我怎么赔得起？掌柜的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，摊上这么个事儿啊？这件事有问题，父亲定是中了奸计。都吵什么呢？快让开，赢先生来了。哎呦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沈老板吗？沈小姐，你也在啊，好久不见。林文成。林先生来得正好，您来给我评评理。事情来龙去脉我刚才差不多看到了，这件事按规矩确实是沈老板你全责呀。可是我也是被骗了，再说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呀？哎呀，不如我把这批货买了，沈老板就当吃了个教训吧。林先生，您可是沈某的大恩人，沈某日后一定报答您。黄鼠狼给祭拜你，没安好心。小声点。我们非亲非故的，没有什么立场帮这么大个忙吧？那，其实我对沈小姐倾心已久，不如沈先生将小姐许配给我，沈先生就是我的岳父了。沈先生要是我的岳父，我不信这码头上还有人敢找你麻烦。田老板，你说呢？是啊是啊，若是如此，这500斤田契我也就当给林先生和沈小姐的贺礼了。沈小姐，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？林文成，你死心吧，我就是跳海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是是啊，你家里已经有17个姨太太了，云儿嫁过去怎么可能幸福？沈小姐，我林文成要娶你是你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啊。大胆，竟敢对林先生动手。住手，我就喜欢沈小姐这样的女子，娶回去慢慢调教更好。哼，沈如良以私充好，欺骗商户，金额巨大，给我抓走见官。我不许你们伤害我父亲。林先生，我答应你，不就是我女儿吗？嫁给你，这就嫁给你。听见了吗？你父亲已经把你嫁给我了，还不跟我回去拜堂？林文成，好大的狗胆，放手！谁敢骂小爷？给爷出来！少帅，求少帅做主，沈某真的冤枉啊！沈先生请起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林文成欺压商户，强抢民女，你可知罪啊？冤啊，我只是想给沈老板解决困难，没有欺压他呀，少帅明鉴。你去把这码头上被林文成欺压过的商户找来，今天要算个总账。我们可是表兄弟，我父亲也是督军的得力干将，你真要知罪我，要看过督军面子吧。天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，就算你是督军的亲儿子，我也不会允许你再横行霸道下去了。真是这就没脸好。看来今天他是要杀鸡儆猴了，怎么我就这么倒霉呀？不过有点奇怪，今天他怎么出现在这儿？身边好像除了那个女人没有带其他护卫了。我要是嘿，阿行，小心！兄弟们，今天要是让林慎行活着离开这儿，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，不如拼一把！对呀，就听你的，兄弟们，想要活命，一起杀了他！
哇，真是个美妞啊，怎么会这么好看？哎呦，我的眼睛哎！我的腿！林慎行，别以为你有把枪就了不起了，我们人多，你打不过来的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哦，你说人多，比我还多吗？